2014阿根廷僵尸游行活动近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热闹的节庆不忘社会关爱。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饥饿儿童，僵尸就将继续游荡。这句话是2014年阿根廷僵尸游行活动的标语。活动是由许多僵尸迷组成，他们依靠难辨真伪的妆容吸引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以及游客们的注目。毫无疑问，这些带有艺术性的娱乐造型以及夸张的僵尸眼球绝对抢眼。僵尸大游行是名副其实的壮举，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重要的传统活动，从最初的60人到2013年的30000人参加。